这把风扇要几千块。那我只想开一个很梗很梗的风扇，这风扇是去到另外一种 level 了，这样高的 level， 超高档的风扇，这把风扇要几千块，这种风扇吹了啊，真的赚多少钱啊？吹了会偿命啊！你不要夸大。哇，这个木很重哎，没有哎，真的很重哇。好像有点高科技这样哦，还有 screen 呢，那哇，如果有亲戚朋友来我们家，哇，你的风扇真高级啊！你跟他讲，我们拿飞机旁边那个下来的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木很美哦，这个木很重哦。不是木啦，啊，铁，然后他拿来喷的好像木这样铁的啦。但是我这样看是真的啦，它里面有铁。没有铁，不是木，它是拿来控这样子。是啊。啊，这个人手工。很 high quality 哦。哎，很容易装哎，你看、啊、这边哦，有一粒东西嘛，对吧？我心想装什么啦？啊，你看啊，在这边啊。哇，那人的头脑是厉害哦。它安装很容易哦。哎，这个进不到了，我搬床了。三柱的背还是去搬床？不会背啊，这个你看它中间还有插电呢，啊，插对了。嗯，这个很重哦。它重才好，不会整到就倒吗？ 哇真的是很猛哦，很够力哦，就看到很美哦。很高科技的风扇呢，我这边靠近拍给你们看啊。还没有做完呢。都玩他先啦，不要弄得紧张啦，快点来啦。哎，这把风扇真的是超乎我想象哦。就看它的外面画圆圆，我还心想能有什么特别的、哦、你一直跟我讲，我想什么特别哦。我也不清楚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扇。那个是过滤网来的，它有风扇，然后加空气净化器。哇，这一次开到有一点 surprise 我哦。这个装哪里？应该装在这个后面吗？等一下啊，这个我人家 steam 头发这样。steam 头发，别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想你吧。他们讲哦，这个啦，医疗的，拿到很好的那种过滤网，这可以洗啊。嗯，像我们吸到的那个空气，不是全部都很清新干净啊、哦？像这个放客厅哦，又美又可以吹风，还每一天这样一直过滤的话，这样家里的尘不是少 ？Nice， 还要这样熬哦？哎，这样就可以熬了哦。嗯不锁紧的后果，应该夹紧的，你有出入的吗？出入下面啊，出入，出入，出入，那谁？不是叫出入不给你看？出入啊？哦，不是，有机会叫螺丝就对了，螺丝华语话呢？螺丝粉？不是的，那个是吃的了，那边光亮麻了。啊，这个做到这只哦，看到这木很美，很适合我们沙发的，你看，规定啊。我别过来，连茶都唔知道在底下了吗？哎，我知了，多几个。哎呀，在这边哎，这样哦，你看，这样就很美。哇，高卡呢啲嘢，哎，又没有吵我，有风啊，有，哎，有风啊，有，这个又不怕小孩子有那个风扇啊，手下去啊，那个手进去就脚果子了咯，脚果子哎，可以开大吗？等下啊。啊，开大，这是 auto。不要跟我讲这个，它包括哦 sensor 啊，就是空气肮脏它都会有 detect 啦。应该是有咯。然后这个是 diamond 哦，一个小时 one hour two hour， 哇，这个放在、这个、开关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送哦。你看哦，它的风不一样嘞。这个是旋转哈。嗯。哦，这个大。开大开小，最大就很够力哦。可是肯定没有那种大大声风风风风那种吹多了会刺骨噻。他们讲这种风啦，你真的是 feel 到那个风蛮大，然后又舒服。它的风很像什么风了嘛？以前人家的那种四四方方，然后放冰下去有没有？吹风出来呀、啊？哦，那种冷哦。我不要误导你们啦、啊，这个是风扇啊，这个不是冷气啊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要跟你们讲哦，它的风啦是经过挤压然后再吹出来的，这种风啦。它会比起这里环境的温度再低多一两度下去，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会 feel 到感觉，哎，带有一点冷这样的，啊，这种感觉，原来它是有它的原理了。哎，我弄这样，很美哦。爸爸那天拿那只老鸭的风扇，我拿去收。老鸭的风扇，看到要死。那种好像家里有大日子才拿出来。什么日子？有时候妹妹结婚啊，请人家吃啊，因为那讲，嘿，大大声的。有时候妹妹结婚，讲错。你好彩，你是有五个孩子，一个一个慢慢这样嫁，一个一个娶，可以讲有时候偶尔家里有摆不费，孩子多就有本钱讲这样的话了。OK， 用 control 控制，你看啊，高级风扇，哎，有灯哦，可是它灯小小个在这边哦，这个是哪来这么、哦、这个灯？
我观看家里 ，OK 咯，睡觉就安了。哇，这高级哦！来开灯了吗？哦，这个是角度哦，它可以转30度、60度、90度、120度哦。哦，这是什么来的？108什么 Jibber M3？ 哦，不同的 mood 的。刚才是 auto， 然后这一次哦，这个是不懂这么这样大，这个睡觉的。这个是 eco 普通用的，然后啊，这种最大的最安我了。现在这样子，妈，如果你在房间晚上睡觉就不需要这个，它又有过滤，所以它在过滤，它就一点点声音了哈、哦。没有啦，它是风大的关系。风的声音啊，哦，小就没有声音哦。风大，这个可以距离5米，然后它哦，我给你们听下一点广告语啊。啦啦啦，他们有360度蜂蜜净化系统，就是这个 HEPA 过滤啊，是很密封的。然后它吹出来的风就有如山间雨林这样的清爽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。啦啦啦，各位观众，跟你们交代一下，这个风扇不是那一种大大风的风扇，不是，它是循环扇的一种，然后它有空气净化。OK， 商家还特别交代，他讲这个空气净化跟普通的空气净化是不同 level 的。这一个空气净化呢，它是悬浮在空中，然后呢在这边左右摇摆的，它是比较灵活性的去吸走空气中的杂质。最重要的就是它不但可以净化空气，它还可以吹风，因为普通的空气净化呢没有像这个这样吹到这么远。重要的是那个风带一点冷，水水。这里要强调一下，这个不是木来的，它是铁加涂层，但是质感很挂力低哦。它过滤的东西呢，它还会经过 UV 杀菌的。然后它的风速啊，4.8 meter per second， 一秒钟啦。4.8 meter。它叫什么名 ？AVAC Airbag。哎，有声色吗？哦、它有声色啊，诶，这样可以咧。今天我买这个风扇哦，它又是空气净化器，这个价格就不便宜啊，这个价格要1000多块。它有过滤器吗？是啦，你过滤器一架都要整千块了吗？是啦，这个加风扇，而且又高级又美，哎、这样还是有那个声色啦。我们要不要test一下？又来用这个，要试看它声色有没有敏感，有吗？哦，这个是它数字啊。有咯，严重就红色咯，哇，也是有这样的用处哦。好料哦，如果有这样有什么情况？那么开出来，如果整个家真的就要用这个过滤，家里就要快点打扫了咯，起到这样的整天家里肮脏。除非那个电着火啦。没有啦，你插头出烟，他就告诉你要插头出烟了。我有点无言了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那种睡觉的。我晚上来试看咯。你要没？我晚上试看啦、啊，试了没有就才拿下来啦。不用了，我们放客厅啦。放客厅啦，客厅不要。放客厅，可是我觉得他很细心哎，他还放一个小灯给你。他现在他没有讲到他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哦，用在多少 square feet 的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空气净化器就是要力够大。对，但是这种我还是讲房间应该很好用。嗯，只出一个啊。是，他从这边吸的，这个棍子真的很美，这个棍1000多块的风扇哦，你会买吗？它有那个净化器吗？不一样吗？如果那把风扇很美很美，我是会买啊，这么贵。如果一把风扇啊，美到很美，跟有什么特处，一定会买，我怎么不会买？没有特处。如果是讲真的是很美，你真的很喜欢，2000块你买吗？它一定有用处就可以买。OK 啦，看它的净化器到哪里是最重要的。明白。帅哦，你看啊，关掉。如果没有这个 control 呢 ？Touchscreen 呢，妈妈？现在有一台 iPhone 在这边呢。那头脑越来越厉害。